最为古老、最为顶级的耳报大鬼，64年前瓦当第一神僧阿赞炼瓦当前主持龙婆梗，佩戴此佛牌将提前预知灾难，得到妙不可言的功效，以及遇难成祥、逢凶化吉、指引财路、挡灾避险等等方面的功效。这面佛牌非常难寻找，除了当年加持的数量不多之外，更因为它对于保护佩戴者的安全、挡灾避厄、防止周边小人的危害有很好的帮助。此外，在帮助招正偏财、招来很好的贵人运上更是灵验异常，因此市面上鲜少人愿意流通。此牌正面是一个骷髅头，而牌身入有独立的大铃，是一面非常少有的好牌。这面骷髅头佛牌是许多现今魂类圣物的始祖，一共制作了987面大铃，相当耗时，各个灵体在师父长时间的诵经加持下得到了圆满，真的是件功德无量的名事。这是一面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圣物，是圣僧级的大师所加持。欢迎订阅本频道，了解更多佛牌知识。